不如講下而家今日做嘢啦。就一大朝頭咧就去咗深圳，咁咧就第一樣嘢就翻到去啦，就食咗個79號漁船啦。咁啊，入邊佢嗰個百香果汁加鮑魚啦，幾特別啦。跟住我最中意係食佢嗰個粉絲煲，其實因為再加埋啲海鮮落去咧，其實真係幾好食。係啦，咁跟住仲有盤啲水果啊，成咁夾埋都係100多蚊個人，非常之大啦。咁啊，去完之後就各散東西，咁我自己就去咗呢一個去咗呢一個嘅整骨。即係拉筋，咁喺拉筋嘅過程當中，我知道咗，只係筋咧比較緊啦，然之後咧需要去到揾人去到幫助啦，去到鬆翻條筋啦。咁啊，過程之中咧，真係知道原來真係要鬆翻呢一個肌肉嘅拉伸係，因為你嘅肌肉咧佢有延展性，咁咧如果你嘅肌肉咧係長期處於崩緊嘅狀態咧，冇呢個鬆嘅情況底下，你係未必咧，即係你個人咧就會好就會好崩緊，同埋你嗰個關節個靈活度都未必去到咁高，因為你個肌肉咧太緊繃，冇一個彈性嘅處理，好難嘅。咁啊，要做一啲拉伸。咁繼續落去咧，就係我覺得尤其是係只腳咯，因為其實我想滑雪做改善啦，咁但係其實係真係關咗關節事，係啊，咁所以我而家目前可以做嘅嘢咧，就真係話去做一個 A B 提腿啦、拉伸嘅前進嘅運動，咁要望翻到去咧，今日冇做，聽日聽下會試下做，咁啊，跟住咧就係去咗。這個的學生我啦，學生我咧就真係知道咗呢一個嘅用頭音啦，用空音啦，老師講得非常之好啊，一開頭到後邊嗰啲 bullshit 嘢唔好講啦，咁啊即係佢喺度 sell 嘅，但係其實咧佢講嘅嘢係真係啱聽嘅，就係關於佢嗰個頭音啦，同埋個空音啦，咁啊嗱，唔好咁講，即係而家係由到尾嗰一次啦，就一開頭咧就我去唱咗兩首歌俾佢聽啦，跟住佢聽完之後反應咧就係、是、其實我高音都控制得到，但係去到某啲位咧就可能咧就會係個音準都 OK， 但低咗少少，我唔知佢點聽翻嚟，應該聽到嘅喎，咁但係咧個位就係我自己去拉。這個有點少緊，即是你唱到一些高音的時候，我就會用了一個強韻，我不知道是什麼韻，總之就韻聲區這樣，咁其實就是用了一個真音去上咧，就扯住好似連春袋咁樣，咁啊好聽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係講到咧就係嗰個震音。漸音，咁呢一個可能係幫助你感情方面可以再加分啦。咁跟住之後咧，就係、是、個感情方面就係、是，其實就呢一樣嘢就真係言而易之啊，係就建立於個技巧之上嘅，其實就係。咁啊情形就係咁，我自己覺得我對呢一個嘅唱歌咧，我覺得佢係俾咗一個方向我，亦都知道了解咗自己嘅問題。第三就是仲有一個位置就是你自己唱歌咧，可能自己唔夠氣，咁唔夠氣呢一 part 咧就係因為你自己用嗰、那個聲音咧拉得太緊嘅時候咧，你唱唔到幾實，因為你個肌肉咧會疲勞，你用咗代償，佢話啦，好唔好？其實真係你要真係要仔細咁去了解到你自己聲帶啊入邊嘅肌肉去運用啊咁樣，你先至真係可以學得成。咁呢個位置我自己係唔識嘅，咁啊佢都話我天生嘅一個比較好嘅音質啊，即係算係，咁啊多謝。